这次任务主要是监督当地政府搜缴这批关键权。给我搜！3.5亿的钞票啊！天上下钱了！我说姑娘们，出来抢钱了！人单广告做路标可靠吗？关键钱藏在哪里？ 我们把钞票搞到手以后，再告他这个机场。您能看出这话里有什么玄机吗？把假钞和冥币混在一起送给他。